你好好细啊，我远远就看到你了。谢谢。我方便问一下你多高吗？175。你们这是单身？175啊。单身。小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。单身多久了？半年多。你把这个给我吃，今天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。啊？真的假？他个子应该是有185左右，就不舍得给我一个吗？ 是谁呀？然后土味情话。那你想象中的我这个男生像什么样子？很好相处，看起来。我平常喜欢唱歌看电影。唱两句。那唱个最火的就是你爱我，我爱你。哎，你小哥一直在看你，你也不好意思。来了是吗？对，自己去好吧。被子为什么这么轻？对对对，好尴尬呀，突然。我去了。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已经。不需要我了，走。 夏天盖两倍。那个被子为什么这么轻？因为压不住墙壁。要这么生是吗？ 他美貌长得就很浓，浓眉大眼的那种。就像你说的，就真的还挺帅。他是怎么跟你描述的？长得像吴彦祖。那可没错。晚安大叔，不让你们配对，那我们去往那边走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什么鬼？你是在杭州工作是吗？对，这边。哎，女生啊，我感觉你看他的眼神跟刚刚看到我的不太一样啊，眼睛 bling bling 的，有吗？有啊，太明显了，到时候给你看回报好不好？撒娇，爱你的。你们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一下对方。小老虎，其实他表面上看起来是那种就是挺飒那种女生，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挺腼腆的女生。哦，他把我看得好清楚。哇，戳到你了吗？我觉得他像可以说吗？这种癞蛤蟆是吧？你是天鹅。<笑> 皮二哈，那条狗是吗？就看起来很酷，但是蛮可爱的啊。那个你们身边还有没有单身的朋友啊？有。你们回去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叫暖聊，像我们有超多，就是像你们一样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平均要3到7天就可以约出来线下见面了，而且还可以视频配对哦。回去记得推荐给朋友啊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暖聊 APP。那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小游戏哦，鼻尖碰鼻尖，做下蹲10个，里面是礼品。 3选1，OK。 iPhone 12，256G。这真的吗？真的是送了我们吗？一定要挑战成功啊！来，红包我先给你拿着。女生头发可以，哎，男生可以帮她往后撩一撩。哦、这个嘴巴包这么牢，是干嘛？看不到的。为了这个 iPhone。 突然觉得好近啊！我不知道。是啊，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环境。准备好了吗？哇！